其实我在台湾没吃过什么海鲜，其实吃海鲜是奢侈的，在那里。我在台北长大，但是我是广东人。怎么样？好喝。陈妮，你台湾的怎么不没吃过？没有的，台湾没有豆腐鱼的，是吗？没吃过。其实我在台湾没吃过什么海鲜，是吧？早年家里的经济压力也挺大的，其实吃海鲜是奢侈的，在那里。其实陈琳很早就出道了嘛，陈琳是靠自己的努力帮家里还清了债务。啊，我在台北长大，但是我是广东人，出来的话跟写的东西，就是我觉得这个人生阅历的人还是真正是很痛苦的。啊。很多人当然，对我的认识就是我是台湾人，没错，我是在台北长大的。可是实际上我是广东人，就是从小，我父亲就告诉我，广东人你一定要会广东话。为什么广西也是我的家乡？因为呢，过去我的籍贯是在广东河谷，他在近年并到了广西，所以我也是广西人。其实我在台湾没吃过什么海鲜。其实吃海鲜是奢侈的，在那里。我在台北长大，但是我是广东人。经常就晚上啦睡不着觉啦，您很想要睡的时候身心放松啦，就会很需要这一瓶哦茶氨酸来调节情绪，同时还可以增强您的抗压能力。现在下定的话，记得打上我的这个折扣码 CTI717， 若愚帮你来打折。